开要开始，差不多十分钟到第二个地方。大家好，我是 Charlotte， 今天我带你们去很神秘的地方。第二个地方就是一个秘密的海边。现在我带你们去第二个地方，但是这个地方比较难找，所以我希望可以找到。巧克力，现在我们有买水，然后回家了。最好的水。那现在要回家喽。你们评论一下你们敢去这个地方，但是我不会给你地址，因为就是秘密。好，下次见，巧克力拜见，记得订阅喽，拜拜。